条线是当今地球上面最大的工业生产线。马前总统宛如走进大观园，到湖南参访重型机械制造厂，全球500强企业三一重工。只是这车的 logo 怎么跟某德国知名厂牌有点雷同？不是奔驰的，现在我们跟什么跟奔驰还是买东西，但是在德国我们打赢了，在很多国家都打赢了。强调不是山寨，三一重工主要制造挖土机、起重机，经营混凝土产业，甚至挖煤产量更达世界第一。而这话题很引起马前总统兴趣。挖煤的话，不需要人去敲了，是吧？直接用胳膊就挖就好了。现在人敲已经找过了，全部是个机械了。孤陋寡闻，没有没有。自嘲孤陋寡闻，看得马前总统啧啧称奇。一行人边走边逛。马先生，你看，知道您来了，鱼都过来了。就是很运当头，看完大型机具，连个鱼池也要秀实力。整趟行程还包括参访大陆国营的铁建重工，主要生产铁路施工机械，像是隧道施工智慧型装备。尤其这前盾机矗立眼前，确实壮观。竞争对手很多，只不过我们每次都走在他们前面一点点。平时大秀军事肌肉，这回连经济产业都要来个震撼教育。TVB 新闻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